呢個一定係嘅。譬如我哋玩傳統功夫、學傳統功夫人咧，真係要識好多門派嘅意念啊！即係好簡單，我哋玩紅拳，我哋紅拳打出嚟嘅手印，呢叫做手印。咁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紅拳嘅手印。譬如有啲人玩佛家嘅，咁去拜佛嘅佛像，螳螂有螳螂嘅手印，即係你一望埋，你知道係每一門每一派不一樣嘅。如果你呢一樣嘢睇唔通咧，你哋對功夫嚟講已經係唔係一個愛功夫者，只不過你咁貪一個遊戲規則，玩完就算啦。即係香港人又好，全世界人都中意一窩蜂，好似蜜蜂咁樣一窩嘅啫。哇！嗰度好多花喎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啊，嗰度好多草喎，呼呼呼呼呼，去曬嗰度嘅，全部係冇一個規定，我愛唔愛呢一樣嘢？我愛唔愛呢樣嘢？太多一窩蜂嘅人，亦都我哋叫井底之蛙。學功夫唔係咁樣嘅。即係我亦都好真同任何人都咁講，不論你客氣與唔客氣，或者好唔中意聽，其實我講一句説話：以後我哋中國人真係嚟西方學功夫。一人嚟拜師去學藝咧，係真正揾一個識功夫而去拜師，唔係求其嚟拜師。佢要識嘅就係功夫，佢唔係對於識唔識你。佢識唔識你冇乜所謂嘅，名氣大唔大亦都冇所謂。最重要一點就係功夫。認同呢個人，呢位師傅，呢個功夫係了得，你先可以做成一個俾人尊重同埋俾人愛你嘅功夫一個人。所以我覺得永遠以後落嚟，西方國家就已經係攞咗我哋中國功夫嗰種文化，但係人哋冇去搞亂你嘅文化，係更加支持 proof 你最 top。因为佢全部人都想学你嘅嘢，打全部系正统嘢嘅，你要咁翻腾啊，咁样劈叉佢哋唔打嘅，因为几十岁喺啲四五十岁学嘅，有成六十岁啊，好似我今日教嗰啲人，全部都六十岁啊，有啲成四廿几五廿岁嗰啲，你叫佢打个飞腿咩？你打佢劈叉咩？啊，即系一字马唔得噶嘛，功夫永远企喺度都打得嘅，我坐喺度都打得嘅，咁你要就知叫功夫啊嘛。所以我認為以後落嚟都係西方國家佔有咗我哋嘅文化，好嘅事嚟嘅。我哋中國人其實唔係打自己一巴，
是多多鼓掌人嘅，人哋帮咗我哋好大，将我哋正宗嘅中国武术文化发扬去四海，是呢种真正嘅文化。功夫是可以长筋健体的，你可以玩可以不玩，如果你好企的功夫是粒你的爱你的，你又爱功夫，学到功夫你又可以做生意教学生收学生，你不喜欢他你都没所谓，他不代表他破坏你，可能还会帮到你，帮到你身体啊，帮到你的家人啊，那个功夫一样就是说，我们中国功夫就是精神，国术的精神，武者的精神，武德，明白？所以很多樣嘢，好多人都未明白呢樣嘢，去走去學功夫，其實功夫中唔中意你呢，就係咁解啫嘛。你將嚟破壞咗佢嘅，冇咗我哋中國人嘅文化，你破壞佢啊，咁啊，梗係乜嘢都唔會好啦。唔好話淨係中國啊，咁某些地方嘅地方，好似西洋拳咁樣，北城邊個發明噶？冇人發明嘅喎，佢本身係一個。西方國家最喜歡打的簡單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，是不是？但是打幾千年了都是這樣一二三有固定的嘛。點解我哋中國武術入唔到澳洲奧運，又入唔到亞運咧？我哋變化多啊嘛，套路多啊嘛，冇固定啊嘛，以為我哋傳統嘅就好難睇啊嘛，你不停要轉翻翻騰騰嗰啲，其實你有冇睇過空手道？打出嚟就係空手道，跆拳打打打就係跆拳道。邊有打咁多？關空中咁多關鬥落嚟去打一件一個功夫落嚟，太極就係一個太極。點解太極呢度起飛腳起咁高？點解人哋覺得你哋點解會變成咁樣咧？呢個係好真嘅説話嚟，我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，我都係咁答。即係我唔會，可能我講嘢會得失咗人哋，或者得失咗某些嘢。但係我覺得一個功夫個文化係全世界對波都係正統嘅。你冇正統就係冇啦，整個功夫你完全消失。所以我哋覺得我哋中國如自己門下能夠真傳統功夫武術，我都希望有咁嘅機會，唔好變化唔太多，有啲人學唔到噶。The feeling, the dark one, no two power, 没两想。我们叫中国，我们中国功夫光没有两想。不要两个想，什么叫两想呢？一想，你就没有第二想，打开一二，听到没有？一二，如果我一，我不能有二，二我等于打了他。看你，你在就去打大头问的时候，不去打这个，把一看基础打了就行。我们在个擂台度，有些年轻人唔读到书。
佢走去玩，玩完之後佢咪強身健體嘅，佢條命去打，打完以為成功噶啦，可能俾人打甩鼻、打斷腳、打斷手，要 die。好啦，以為咁就成功噶啦，其實一個浪費咗自己青春。功夫唔係我哋咁樣打法嘅，功夫係維護自己。即係我以前講嗰句話，功夫係為咩噶？維護國家噶啫嘛，即係用國家嘅文化。你將佢全部打散曬喺擂台度搏命拼命，咁你覺得啦？而家啲年輕人，你話佢唔好咩？佢又唔係代表唔好啊，但係有啲人走咗另一個世界，將功夫嗰個美感同埋將功夫嗰種文化係打爛咗。功夫打除咗佢個套路，就係嗰一錘。唔通你個錘咁樣轉出去嘅咩？你一淨係咁打出去噶嘛？係咪先？哎呀，打到呢位我唔打啦，咁收翻埋嚟再打翻錘出嚟，已經係錯誤啦。我唔敢當，我唔係功夫大師，只不過我中意功夫啫 ，I love 功夫啫，功夫又 love 我啫。大師唔係我哋做嘅，不稱為之大師，係 die 死咗先至一代宗師。我哋仲係學緊嘢嘅。